征，蒙面唱将迎来揭面四重奏。黄圣依，戏剧人生更具天籁歌声。第一次戴着这个面具可以跟大家唱歌，这种感受以前所有的演出里面都没有的，我觉得特别新奇，特别享受，很喜欢这个舞台。唐汉霄，走出幕后，深入人心。我今天出来唱歌，其实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多多能关心一下我们辛苦的幕后人员。双声，声声婉转，唱响古风旋律。其实是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综艺节目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。哇，欢迎欢迎！有长进，潜力无限，金曲不断。没想到我们面具的材料用的那么扎实哈，太扎实了，很有安全感。然后我觉得注意力会更集中一点，然后更容易那待在那个歌曲里面。本周人气偶像、神秘大咖纷纷登场，那我们能不能现场看一下你打咏春拳呢？叶师傅，谁呀、啊？谁叶师傅？追求你的人应该很多吧？像黎明啊，学友啊，然后蛙仔啊，我把我的初恋都给他了。初恋给刘德华。我的初吻都给他。初吻也给他了。